大家好，我是火锅。现在我在我们楼下的仓库打包现成啊。昨天我们活动开始的第一天，昨天有个总共好单呢，居然有7000多单。为啥子有那么多单子呢？是因为我们的活动每一次力度都相当大。这一次教师节活动总共10天时间，我们的全场6.8折哈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是卖食品和卖用具的，不是卖啥子金银珠宝啊。不是卖啥子化妆品啊那些，6.8折。说实话，对于我们食品来说的话，基本上没啥利润哈，个别产品还要亏损。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在活动期间能真正的回馈我的粉丝，回馈我的朋友们，我都很开心。今天一个我们预计呢要打2000单，也就是说，昨天的那么多单子的话，要分几天来慢慢消化之后给大家发出。如果就是说你的单子发出了以后有啥子问题，不要着急啊，有可能是我们分成几单给你发的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你可以联系客服，或者联系我给你处理。火焰家常，是我的一个品牌，我觉得，在这一点上的话，我觉得它比我的生命更重要。既然有时候我们要做，要把做好，不光是就是我们的产品要好，我们的服务也同样给大家做好。如果是你有任何不满意的哈，都可以来找我们，我们一定以说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你把处理好。我是你火锅，我在现场发视频。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是2点到晚上10点哈，我在直播间等你，聊我们喜欢的美食，聊我们喜欢的一切。